大家好，我是千鸟，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是刺客教条4黑旗。上一集的最后，我们很轻松的打赢了三艘横帆船。好大的范围，这个应该就是军舰了。We now have the materials. They're awfully close, sir. Man of war, sir. Royal bloody navy. 看来就是没有骗人，我得赶快转向才行。只看到血量，还看不到船。啊，我前方来了！加速，加速！还好，扣的也不算多，36等。这已经是第二次在任务中遇到36等的军舰了。为什么会显示登船的符号？我还没炸到可以登船啊！还是炸掉了。这角度完全不能使用船跑，而且要爬上去都觉得有点高。靠近一点吧，24个人哎，原来这是一个挑战。什么时候我换成剑了？什么时候我捡到那把剑的？我觉得单手也还不错。我看这样应该是没有问题啊，37个。虽然也曾经在剩最后一个的时候被打死。结束了，既然都来到这附近，我看我就直接到岛上去，把这边给解了好了。出现两艘猎船，先不管他们。
这似乎没有可以停船的港口。得游泳了，从那里下去好了。瓦石岛，哦，那上面有个碎片，先打酒馆喝。现在都遇到了。哎，大大们不要生气嘛。我没有听黑胡子说我是可怕的船长吗？牛欸，可以互动哦。还蛮可爱的。那我经过很久，终于找到了。我原本印在另外一边，就牛那个位置，找怎么上来？它原来是要从这。等一下，这个藏宝图才一棵树，这样就要找到了。看一下它到底在哪里。不是这个，这里。哦，哦，我知道，那个地方是走失者的洞穴，所以就在门口有一棵树。你反应太慢了，我都已经拿到东西了，好久没有拿到手稿了。探险家与征服者赫南克兹的图书，图画，曾经由彼得贝克福德先生拥有。最后暗杀契约，一群以暴虐闻名的圣殿骑士走失者目前正躲藏在附近的一座小岛中。附近的小岛，哪里附近啊？哪里？4700耶，根本超远。什么？出发吧！我不是很想要用快速旅行。刚上船，列船就盯上我了。现在不想跟他们打。啊，我放火药桶减慢他们的速度好了。破底炮，伤他血，别过来，不放弃。
不要说不想打了，我现在还是在打。哈哈。哎呦，我怕落地了。这样会被追上哎。我要是破几炮就快要把它炸爆了。感觉把它炸爆却不登船就有点可惜。等一下，他这个正面炮也太没完没了了吧！不行，这样我血被扣太多了，现在我也没得选，我一定要把他打倒。哎，你不要来搅局的，加速走开。嗯，快没血了，摸登完这次要补个血，应该就 OK 了。哎，哦，我怎么又变回拳头了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要怎么换？换剑？太久没有换武器了，我忘记怎么按了。剑，快出来！到底要怎么按？啊，不行，那这样先去挖土。我先想办法用拳头打。糟糕，糟糕！哎呀，把剑拿出来了，你们完了。哦，好险！虽然我很需要修船，所以这么高能护卫舰还是送去我的舰队好了。我相信我撑得住，每次都太相信自己就死掉了。我觉得那一艘横帆船也会过来搅局。啊！要死掉了。不行，不能让他从侧面冲撞我。虽然伤害不大，为什么？他等级很高吗？算了，现在没空确认他的等级。你赶快把他炸爆 ！No No， 重炮挡住他，停下来，停下来！啊，好险！这艘就可以拿来修船了，怎么那么硬啊？
么我记得我这样好像侧面的炮命中就直接打死了，还是那是中反转？都没有命中人特别多的位置，箭的速度怎么那么快啊？比起袖箭，这更适合攻击。那好久没有拿箭出来打。最后一艘猎船，他应该也会冲撞我吧？厉害！剩一个，用枪打好。小船，那这样应该就可以安心的去做暗杀了。被他们拖住，这样花了好多时间，还差一点死掉。Loose main sails. Loose all. Hop.那里我应该到也没有停船的地方，我找一个比较好跳的海滩跳下去。哦，冒出一艘船，吓死！没关系啊，反正他不会攻击我，只要不要突然变警戒区，害我要打船战就好。反应打船战打到有点腻了，不知道叠满四个叉会怎么样呢？或许会有更强的敌人让我挑战，这样还比较有趣一点。Let's catch some wind, lads. Ease off the wind. Haul it all sail. Muzzle that duck, my trumps. Got the sail. Come on, 再互相攻击。我不要打扰他们，我去杀我的目标。但是有不要被发现，所以我觉得我应该会用到吹箭。哇，好多人哦！他们在互打哎，所以这边是在战争就对了。那好，
我就偷偷去杀我的目标。不在这啊，在上面。这根本就是在说刺客的地盘吧。哎，被看到了，我以为不会被看到的。500块飞了。看能不能补一些弹药。我看就不要去跟那些打战的士兵搅和，先走好了。啊，不对，我原本会标示这个地方，就是因为有一个藏宝图的宝藏在这里，所以。我应该要先拿一下宝藏再走。看起来是在应该是在这个位置吧。那你居然没有路，啊，到了，我觉得应该是在这附近。奇怪，怎么都没有啊？对啊，应该在这里啊。还是说，因为海水高度变化，所以它在水里？不对，应该不会。因为这个图跟藏宝图并没有什么差别，而且如果在水里的话，最起码我目前没有遇过啦，应该是在陆地上，那有可能很靠近水边。奇怪，都没有。该不会？对啊，也没有在水里面。不然，或许以前没有这个下方这一片，就是这个沙滩是后来才出现的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宝藏就可能在上面。我上去看看。
根本上不到我刚刚推车那个位置。嗯，果然应该还是在这个沙滩上。啊，有了！怎么会这样？刚刚都没有，一走回来就看到了，太奇怪了吧！我在前往下一个地点的途中，又打了好几艘船，累积到四星，就来了一艘60等的军舰，还护卫舰一起。我觉得我得先打倒护卫舰。现在我的撞角的坚固度已经让我不太会再会撞到收集。不行，军舰好可怕。我用速度取胜好了，面对这种，搞不好用速度取胜有用。啊！不要！反击！不行，我这个距离中弹还打不到，他打得到我，我打不到他。我得先打倒护卫舰来补血。哎，击倒了！中弹的威力果然很强大。60等军舰，神奇船只应该。上次一看应该是75吧，因为如果我能打赢军舰，或许也快要可以打赢护卫舰，那个传奇船只。那传奇船只很凶猛又爽，那我还是把精力的东西升的差不多再去打好。我看我以后都用剑好了啦，剑那么强。哎，希望可以收集到那一把枪剑。是暗杀任务完成的样子。现在就剩军舰了。我们这期 episode 就先到这里，下一集到底能不能打赢军舰呢？谢谢大家的收看。明天见，拜拜。